芝麻开门，我是芝麻。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芝麻开门特别节目挑战大现场。在我们挑战大现场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同学们到各种各样好玩又很特别的地方，有山川，有河流，有学校，有工厂。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队协作精神。今天我们的挑战现场来到了一处非常美丽的地方，请看这种漂亮的建筑，建筑物很漂亮，里面还有丰富的内容。这里就是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在这儿啊，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学到可以玩到的东西。今天我们要来到的就是这里的创空间，里面有很多的高科技，还有很多的智能。哇，那是哪些非常幸运的同学能够来到我们的挑战现场呢？大家好，我是陈元俊。我是宋佳林。我是赵克勋。我们是神州队，我们的口号是神州神州一飞冲天，加油。我是严艺中。我是陈丽媛。我是张乃琪。我们是天狼队，我们的口号是天狼天狼我们最强，加油。神州队、天狼队，感觉啊都在宇宙当中，是吧？没错，今天我们就要在科学当中，在科学的宇宙当中遨游。我想问一下，两支队伍谁想成为今天挑战的冠军？我。别急，我来说一下规则啊。我们的比赛一共分为五轮，哪队赢得了更多轮次的胜利，就会成为冠军。好，马上开始今天比赛的第一轮，对抗大竞技。让我们一起上楼，站在现场。创空间。位于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二层，是专为7到18岁少年儿童打造的以创和玩为主题的教育基地。在这里，机械迷城、疯狂的像素、机器人部落会让你玩得乐此不疲。你可以在乐器树下跟随节奏跳上一曲，也可以当一次小导演和配音员，更可以在漆黑的房间里用光来作画。探克工坊中各种精密有趣的机械会把你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甚至你还可以在机器人餐厅中修炼一番，成为小小美食家。创空间里，两队同学将化身小创客，各种新奇有趣的任务在等待着他们。不过在这之前，他们先要经过一个挑战。一、二、三！啊！没说会砸到头顶上啊！就现在啊，散落在地上有100多个小橙子，一会儿你们要找橙子啊。但是这里还不够壮观，哪里更壮观呢？请随我来。在这里，刚才的橙子喷泉还不算什么，这橙子森林啊，请看，一会儿他们要下雨，150多个橙子瞬间下下来，队员们要从这些橙子当中寻找像我手中这样的带五角星的龙珠橙子，集齐7颗，然后来到这边的投篮装置当中，如果投中了呢，就可以听到动物的叫声，听到动物叫声之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的比拼了。忽明忽暗，忽黑忽黄，感觉像是小球在眨眼。这个装置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其实啊是一个拼图的装置。怎么拼图呢？要让队员们从中去找出同色的图形。我们这关比赛啊，要求队员们用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拼出这样的图形，黑框，方内框里面是一个黑色的阿拉伯数字2，率先拼出图形就可以完成这关比赛，哪队用时更短，哪队就会赢得这轮比赛对抗大竞技的胜利。天狼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3、2、1，开始。哇，7个我都看到了。撞了，天狼队的3个男生第一时间就收集全了7个标志球，
严艺中首先投球，他的队友陈立远和张乃琪负责继续收集地上的橙子，三个人的分工还挺明确。小猪掉了啊，好，可以去拼图了。这个图形看到了吗？外边是黑框，里边是黄框，中间是一个二字，看到了？好。严艺中首先获得了拼图的资格。与其他的拼图不同，这里的拼图是由168个小球组成的阵列，每个小球都有黑、黄和中间色的三种变化。别看这168个球每个个头都很大，不会来回移动，可是近距离的摆弄一会儿就可能眼花。哎，队员，天狼队的，这些橙子不是放在筐里的，是要放回装置里，让他们回到森林当中去的。快去！你这投篮方式很特别。好，小猪叫了，可以去帮他拼图了。没有，你去帮那，你去帮那个车里边，我自己可以把这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就够了？对。但他在的话会更快一些哦。本来要参与拼图的张乃琪被严艺中支走，帮陈立远收橙子。严艺中可能怕被别人打乱节奏。现在已经4分25秒了。严艺中已经独自在这里拼了半天，芝麻在旁边看出来他拼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估计是被小球们搞花眼了。那么这个拼图环节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在拼这样的像素图的时候啊，其实是有技巧的。如果我们只盯着图案去拼，拼这个笑脸会非常麻烦。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3、6、9、12，横着是14列。我们根据颜色的个数来拼，速度会不会更快呢？这哪行别打扰我，2、4、6。我摆的是对的，我别给我添乱了。你摆的不对，你摆的不对。想帮忙的张乃琪和严艺中一开始有些矛盾，不过两个人很快就合作起来。看起来他们正是按照芝麻说的方法来拼图，不过芝麻提到的方法只是抛砖引玉，玩好像素拼图还有很多种方法。现在的像素拼图呢，黄色的边好像是出来了四个角，但是这中间的二字好像一点也没看出来。陈立远也终于有资格来拼图了，不过他来得晚，帮不上手。有句话叫三个和尚没水吃啊，三个人一起来干一件事，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拼图最后在严艺中和张乃琪的合作中完成，他们还不放心，仔细核对。最后天狼队用了多长时间呢？你们的用时是11分57秒39，看起来这个图非常简单，是不是？但拼起来比想象中难得多得多，是吧？我一个人摆的话，就中间那个二字，我看那个没有人给我念，我就自己摆，非常非常的。所以对时间，你们的用时还满意吗？还可以，三个人能没有出现矛盾就很好。很好了，因为这一关是要对抗的，对吧？看看你们的对手会有多少时间，好吗？好，加油。神州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的规则都听清楚了，都明确了，对不对？对。好，准备，3、2、1，开始。等会儿要下雨了啊。要把散落在地的橙子都收好啊。4，这5个。5、6、7，够了。好，投这个手，哎，对手不能过这个线啊。好，1个，6个都进了就可以。哇，投篮很准啊。3个、4个、5个，刚才他们在4分钟的时候才进入到了拼图模式。好，可以进入拼图模式了。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神州队的话，那就是快。赵建勋刚才投篮的准确率极高，很快就来到了最后的拼图环节。而他的队友宋嘉林和陈元俊没有闲着，看他们捡橙子的动作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此时抢得先机的赵建勋动作慢了下来，他没有急于按图去对球的花色，而是仔细地端详起这幅图，似乎找到了什么规律。三个了，练一练就会了。四个，五个，好，去吧，帮助拼图。对，上面这鸡或者牛都可以。赵建勋带领宋嘉林此时把拼图的四角黑色的三角形先拼了出来。你先全转成黄的，全转黄的，除了那些黑的全转黄的，除了这个六个直角三角形，这是全变黄的。原来他们第二步的计划是把中间黄色的四边形拼出来。最后一步，他们再把图案中心的数字二给拼出来。这个方法似乎比刚才天狼队的方法简单一些，速度也快了不少。那么究竟神州队用了多长时间呢？现在时间是6分31秒，我发现你们把图形分解成了三个部分，对吧？六六直角三角形，然后其他的全转成黄的，只有那个二直接写出来就可以了。实际上按照图形这样的大图形来拼，所以速度非常快，是吧？对。好，恭喜你们，非常正确。第一回合，神州队先下一城，1-0领先。小球怎么自己会动？这俩人在干嘛呢？一个人眼睛这样，哇，闭着眼睛，好专注啊！徐老师您好，芝麻哥哥好。这小球怎么会自己动？两位同学是在干嘛呢？啊，这个呀、是两位同学在用我们体验中心的一个展项，叫意念对决呢，来进行一个脑力的比赛。脑力比赛？对，纯比脑子。对对 对。意念对决。是的呀。听起来感觉像科幻片里一样的，是吧？是。他们真的能用意念来比赛吗？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这个呢是这样子，这个头带上哈、有三个这样金属钮，它们呢可以收集同学们的脑电波。那么在收集了脑电波之后呢，就可以让这个机器哈、驱动小球来向前移动。如果说我们哪位同学的精神比较集中、比较专注的话，那么他的脑电波哈、就越稳定越强。那么这样子呢，他就更加容易的赢得比赛了。徐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游戏有没有什么窍门？比如说，你说提升专注力啊，注意力集中，应该想什么比较好？是想一个汉堡包，还是想一本书，还是应该想什么呢？如果说哈、你是一个吃货的话，那你就想汉堡包；如果说你平时喜欢看书呢，那你就想着一段文字也行。好，比赛马上开始。好，第一轮比赛，我就开始对吧？开始，计时1分钟啊，球在哪边？另外一队回答问题啊。想想世界杯啊，想一想，哎呀哎呀，如果到这儿就直接算失败了啊！荷包蛋，哎呀！请听题：曾经蝉联世界超级计算机第一名，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我国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坐落在哪座城市？武汉、无锡、合肥还是青岛？请选择。无锡。无锡在哪里？哪个省？他是在江浙。我看出来了，这因为刚才啊意念对决之后注意力太集中。你刚才想的什么？意念对决的时候我刚才想的就是我一定要赢了他，因为这样我们队就能获得参加抢他的资格。所以赢完之后脑子里一片空白是吧？有点懵。所以就是啊，问的什么题我也不知道。我再问一下，最后答案是无锡。回答正确。好了，
第二轮。好，准备好了吗？你把他眼睛都罩住了，成眼罩了。挑战开始。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屏幕上会展示两队的脑电波的情况。蓝色的玩家一是这边的同学，黑色的玩家二是这边的同学。哎呀哎呀，怎么感觉那边又想点好事啊？ Yeah, 哎呀！我想问一下啊，你刚才想什么来着？啥都没想。啥都没想，老师不讲了吗？得想点事儿。你想的什么？我一定要赢他，按照他的方法就真赢了。好，请听题。今年啊，有一位科学家刚刚去世，他呢著有《时间简史》，名字叫做霍金。请问霍金先生就职于哪所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还是剑桥大学？请选择。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回答正确。第三轮请就位，准备好了吗？好了。好，比赛开始。我们来看到，哎，这里描画出了两队同学的脑电波。你看黑色的起伏很大，起伏很大啊。刚才想的是吃的，现在想的是游戏。我们现在看到黑色的线条很稳定，但蓝色波动非常强烈。我们看到小球啊逐渐往中间在走。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听题。自然科学当中最早出现的学科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还是化学？请选择。天文学。不改了？不改了。回答正确。准备好了吗？开始。哇，只用了10秒钟就终结了比赛。请听题。中国最早的人造卫星是在1970年4月24号发射的，请问它的名字叫做红太阳一号、东方红一号、泰山一号还是共和国一号？请选择。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一号。对，不是红太阳一号吗？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一号回答正确。经过了意念对决的比赛啊，两位同学啊最终决出了胜负。获得比赛胜利的就是天狼队，恭喜你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轮的比赛了。刚才是逐一对抗，对吧？接下来考验的就是你们配合的默契程度了。好，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三轮比赛，默契大对决。第二回合，天狼队扳回一分，1-1打平。小伙伴一起唱，让站在现场。这关我们请到的老师厉害了，他跟别人可不太一样，他叫陀螺哥哥，有请。哇，陀螺哥哥，你这一身上我感觉到处都是有跟陀螺相关的装备，是吧？啊，是的，我们这是一个以机械为主题的一套衣服，是咱们创国间所特有的。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一关我们的同学们要进行的是小球马拉松的比赛。是的。怎么样让小球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更长呢？有什么窍门呢？有什么方法呢？啊，这个就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让小球从这样的竹子板上走下来。那么这个竹子板的倾斜角度，同学们觉得是平一些好呢，还是斜一点好？稍微斜一点。稍微斜一点。稍微斜一点是吗？对。OK， 待会儿我们可以自己试一试啊。你应该都学过，时间是等于路程除以速度的，对吧？所以速度尽量慢。对，走的距离要尽量长，速度还要慢，尽量的慢。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些小小的诀窍了。哦，诀窍其实我们能明白啊，但是究竟怎么具体做到呢？这个就是要考验大家的实际的动手能力，还有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能力了。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自己有没有想法了？好，看看你们的想法究竟跟实际情况能否一致，看看谁的小球跑得更慢，时间更长。
准备，请开始。别，待会儿，待会儿。小球马拉松是一个简单有趣的物理游戏。同学们通过竹签的各种设置来承载和设计轨道，体现出了重力、杠杆等科学知识。不过，刚刚小学毕业的两组同学还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能完成这样的挑战吗？您的经验啊，这小球马拉松一般最长它能多长时间？啊，您问的是咱们这个项目历史最好成绩是这样吧？应该这么说。啊 ，OK， 那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您，咱们这个项目历史最好成绩是一个六年级的男生，河北省的六年级男生创造的，是33.30秒。33.30秒。是的。那一般大家的平均水平大概是多少呢？如果是第一次做的话，我告诉您，能够超过6秒就已经很厉害了。哇，差距这么大。是的。那这中间很有玄机啊！一方面要使这个小球走的路径要更长，所以要选用比较长的竹子板。其次呢，要用这个小球它的走的速度慢，所以咱们竹子板的倾斜角度就很有讲究了，要比完全的平稍微有一点点就角度就可以了。天狼队的三个男同学，他们的轨道之间距离很近，这就要求对轨道的角度要很细致的调整。要不然会卡住小球的前进。神舟队搭建的轨道有些奇怪，有的角度平，有的角度大，目前看起来找不到什么规律。两队同学在测试自己搭建的轨道的过程中有过很多次的失败，不过他们都没有放弃，而是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通过小球马拉松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同学们协作能力、抗挫折能力，更可以提升想象力和创造力。经过最后的调整，两队同学的轨道搭建完毕。巧合的是，他们都使用了16根轨道，虽然数量相同，但是轨道搭建的方法却有很大不同。天狼队选用的轨道每一节的长度都相差不多，搭建的时候轨道之间的角度和距离能看出一定的规律。而神舟队选用的轨道长短不一，轨道之间的距离和角度也搭建得看似随意，究竟哪队的小球会跑得最慢呢？准备好了吗？我们请陀螺哥哥来发号施令，控制时间，好不好？好，听指挥。3、2、1，开始。好，起步很稳。啊！怎么回事？好吗？在第三行。第一次测试的成绩是4.16秒。4.16秒。这样吧，有点遗憾，我们给你3次机会，好不好？好，好不好？装置不能动啊！3、2、1，开始。好，走得很棒，来回的走，完美的利用这个板的长度。哎，这个走得特别好。马上要结束了。啊，不错啊，这次很顺利啊，我们的成绩是23.67秒，23.67秒。哎呀，不错不错，成绩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啊。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要不要再来一下？天狼队最后一次机会，小球跑了16.44秒，所以他们取得最好的成绩23.67秒。神舟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听陀螺哥哥的指挥。3、2、1，开始。越来越快了，越来越快了。哦，哎呀，很可惜啊！但是第一次成绩我们出来了啊，10.27秒。神舟队后两次机会成绩都不理想。
他们的成绩锁定在了10:20。刚才芝麻说了啊，我们这一关的人用时，是为下一个环节你们能够运用的时间来进行准备的，所以你们认为10秒钟是不是有点不够？20秒钟好像也不太多，对吧？没关系，每队不是3个人吗？乘以3，也就是说，在下一个环节里，你们队有30秒的时间，对吧？你们是23秒，对不对？对。就有69秒的时间，做什么事儿呢？在那边有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地方，我们请陀螺哥哥给大家讲一下啊，在那边可以干什么？那么，同学们，你们喜欢音乐吗？喜欢。哎，那么待会儿我们就跳起来好吗？跳起来吧！在那边有一个音乐风暴柱，你们在那里可以看到16种乐器。通过你们的时间，30秒也好，60秒也罢，记住更多的乐器，然后看看谁能在规定时间内把乐器给我们展示出来。哪队答对的乐器更多，哪队就会赢得这轮比赛的胜利。听清楚了吗？你看我这段用时多少？赶快开始下一个环节的比赛吧！好。后面这些乐器你们都认识吗？认识。每个都认识啊？对，都认识。民乐、管乐、交响乐都有，就是我民他们也我管民乐。话说的很大啊，一会儿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别着急，我不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先请出这里的主人，好不好？好，我们有请旋律姐姐。旋律姐姐，非常的优雅，身上还有很多的音乐的元素。旋律姐姐在这里一共有多少种乐器啊？在我们的这个音乐风暴柱上呀，两侧呢分别分布了20多种不同的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接下来旋律姐姐请把我们这里的乐器都放给他们听，然后我们进入抢答环节好吗？好，开始。旋律风暴的一侧一共有16件民族乐器，在屏幕上点哪个乐器，柱子上的乐器就会被点亮，并且奏出音乐。这里既有常见的中国鼓、笙、二胡，也有冷门的维吾尔族和乌兹别克族弹弦乐器弹布尔，中国古老的弹弦乐器琴琴等等。同学们只有10秒的时间，能够记住几样乐器呢？好，那么现在芝麻哥哥请出题。这边的同学是吗？好，那么这位同学你来说一说刚才是什么乐器？马头琴。回答错误。来，这边的同学，那这个同学你来说。就是大腰鼓啊。好，这个同学回答正确，非常好，非常好。刚才这个乐器啊，就是八角鼓。好，这边的小队加1分。耶，加油！芝麻哥哥，请出第二题。好，这位男生，试一下，不一定对啊，软。回答正确，非常好。好，有请芝麻哥哥出下一题。好，这位同学来回答。我觉得应该是马头琴。回答错误，非常遗憾啊。好，这边的小队获得一次机会，你来回答。我应该是琵琶。回答错误，也不是琵琶。还有别的答案吗？是一个不太常见的非常长的乐器。三个字。对，3个字。想一想这个乐器的演奏方式。举手回答，我们同学要举手回答，你来回答吧。弹拨。回答正确，就是弹布尔啊，它非常的长。那么同学们都记得它的样子，但是没有记住它的名字，但这个同学想起来了，非常棒。好，这个小队获得1分，很厉害，很厉害。那么芝麻哥哥请出第四题。
这个歌曲非常的悲伤。嗯，这位同学，二胡应该是。回答正确，这个小男生非常厉害啊！好，请芝麻哥哥出下一个问题。嗯，这个男生还是这个男生先举的手。吉他吧。回答错误，回答错误啊！民族乐器，回答错误。来，这个男生，应该是琴琴吧？回答正确，就是琴琴啊，非常棒，非常棒。这个小队获得一分，有请我们的芝麻哥哥出下一个问题。好，这位同学，回答正确。好，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加油加油！我们现在的比分呢是3-3，比赛进行的非常激烈啊！现在两小队的同学一定要加一把劲儿，看看哪一个小队可以获胜，好吗？好。好，那么有请芝麻哥哥出下一个问题。这个女同学，唯一全场唯一的女同学啊。那个琵琶的。琵琶，回答错误。大家注意听一听她这个歌曲的风格啊，应该能想到是哪个民族的。回答错误，不是二胡。回答错误，大家再听一听。我问的那是马头琴。好，这位同学回答正确啊。耶、没关系。不要气馁，咱们还有机会，好不好？ 好。刚才啊，考验的是大家的默契，接下来我们要斗智斗勇了，马上进入今天的第四关，智勇大较量。第三回合，天狼队又下一城，2-1领先。小伙伴一起唱，要站在谁唱？第四关将在创空间的机器人部落进行。两队同学每人都控制一个机器人，攻击对方球门里的气球。规定时间内，如果球门里的球没有被扎破，看哪队机器人身上剩的气球多，哪队就获胜。好，队员们请看，我手中拿的就是一会儿你们要操控的机器人战车，这边是它的遥控装置，但究竟怎么用呢？我也不知道，得请人来给咱们讲讲。我怎么感觉有一个信号在召唤我？是谁？龙华！谁呀？开玩笑呢！回来，回来，回来！天外来客，我们创空间的老师，啊，老师，请您摘下头盔，让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大家好，请您给我们指导一下，这战车机器人应该怎么使用呢？打开我们的控制器，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控制器。控制器上面呢，它有一个圆盘。这个圆盘呢是控制机器人的前后左右的，先向前，啊，再左转，再右转，再左转，大家可以一会儿自己尝试一下，保护自己的气球，尽量扎破对方大本营的气球，好吗？是。好。比赛时间20分钟，比赛马上开始。创空间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些模型做障碍物，他们可以先布置一下阵地，看两队同学在运筹帷幄，排兵布阵。看来对比赛的战术都已经胸有成竹了。是什么样的战术呢？就是说，他自己在这儿保护这个基地，然后我俩直接上去拖他了。哦，一个人负责防守，两个人负责进攻，是吧？好，我们来问一下这边。刚才啊，你们的对手啊说的是两人负责进攻，一人负责防守。对，你们是要一起出发呢，还是怎么样？我们俩一个一个出发，我们俩针对对手，对手今天两个人进攻，我们就两个人防守；就是对手今天两一个人防守，我们就一个人进攻。啊，找机会就跟那个墨西哥一样打防守反击。哦，还根据足球世界杯的战术是吧？好，好，那么请两队做好准备，正式比赛马上开始。好，两队准备好了吗？好了。20分钟。计时开始。随着芝麻一声令下，
两队的机器人都争先恐后地进入战场，战斗马上打响。现在狭路相逢了啊，看谁能扎破谁的气球。二号机型和四号机型，哎，怎么回事？握手了。两个人。第一场遭遇战发生在蓝色气球的严艺中和粉色气球的陈元俊之间。哎，好好好，一号机型来了。在两人相持的时候，陈元俊的队友赵建勋赶来帮忙，他们把严艺中团团围住。可惜没有把握时机，严艺中暂时摆脱了被夹击的危险。严艺中和陈元俊一路僵持着，从战场的右路杀到了左路。这时队友们纷纷赶来帮忙，五个机器人挤在一起陷入了混战，双方各有刺破气球的机会。不过我们的气球有一定的韧性，不是那么容易被扎破的。在混战中，陈元俊的机器人忽然翻车了，他不得不把机器人拿回大本营重新出发。这时候严艺中的机器人也有些损坏。四号要不要维修一下？要，快去，自己去吧。拿回来吗？对。忽然天狼队大本营一片大乱，竟然是神州队有一个机器人孤军深入到了他们的大本营。这是谁？又是怎么过来的呢？原来是神州队的陈元俊，他的机器人刚才翻车以后从大本营重新出发，他没有选择加入左路的混战，而是趁着芝麻问天狼队是否维修的时候，悄悄从战场的右翼摸了过来，就这样打了天狼队一个措手不及。严艺中顾不上维修自己的机器人，赶快投入到保护大本营的战斗中，两人又一次僵持不下。终于队友陈立远回防大本营，两人合力暂时保住了大本营的安全。不过陈元俊的神州队这一轮较量并不是没有收获，成功分散了天狼队的注意力，使落单的张乃琪在围攻中气球被刺破。耶！目前啊，比赛已经进行了12分钟，现在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来看到啊，这边神州队已经有两个机器人来到了天狼队阵营当中，在向他们发起总攻。而天狼队呢，已经有一个机器人背后的气球被扎爆了。我们来看看谁能够完成比赛。后面的比赛，沉着冷静的神州队占据了场上的绝对优势。三个机器人都压到了天狼队的大本营中，使天狼队防守反击的战术无法实施，而且他们的盯人防守也漏洞百出，总能让对手找到突围的机会。这好像是扎不到这个。在混战中，严艺中的一个乌龙还刺破了自己队友的气球。老师，他把我给扎了。我都不行。哇，自己扎了自己啊！四号机器人把六号机器人扎爆了。不过天狼队的密集防守也不是毫无建树，他们总算抓住机会刺破了神州队的一个气球。但是好景不长，天狼队还剩严艺中机器人身上的最后一个气球，最终在球门里的混战中不幸被刺破。好，根据规则，本轮获胜的就是神州队，恭喜你们！神州队再得一分，两队战成2-2。小伙伴一起唱，让站在现场。创意大测试，最后一关了。这轮咱们比的就是谁能把食材做成一个盆景，做得很有创意，做得很漂亮，好吗？好，我们有请关老师。关老师好。
啊，我们的规则上呢是这么说的，同学们在做这个食材盆景的时候呢，要有我们的活动中心，要有中国的名胜古迹。那在机器人餐厅呢，我们今天要用这些常见的食材做一个蛋糕，但是我们的蛋糕既要好吃还要有创意，所以看在这个挑战里面你们能不能够变成美食创造家。大家请看，我们后面有三台 3D 打印机。哦，魏老师，我是你们的魏老师。当然魏老师不是机器人，这三台呢是我们的 3D 食品打印机，而这些呢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主要的食材，它们呢是用巧克力做的，还可以吃，对吧？可以直接吃的巧克力。哎呀，说的我现在已经，即使我不饿，我也很馋，是不是？好吧，那咱们就抓紧时间，赶快开始。两队同学先在机器人餐厅关老师和魏老师的指导下制作蛋糕。搅蛋清，打蛋黄，和面粉，经过一系列物理操作和神奇的化学反应之后，同学们把蛋糕糊放入模具，经过高温的烘烤，终于得到了一个松软美味的戚风蛋糕。两队同学将以此为基础创作食物盆景，他们打算如何制作呢？两队同学首先要把他们做的这款蛋糕切割成和主楼外形大致相同的模样，这第一步就难住了同学们，因为这种戚风蛋糕烤制出来以后非常的松软，可塑性不高，而且同学们手头的工具干起这活来也不太趁手。你看，天狼队的三个男生就把他们的蛋糕切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这还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吗？而另一边的神州队切出的蛋糕还算工整。天狼队最后想出的补救措施是用碎蛋糕块拼出主楼来，而神州队的主楼则是用一块完整的蛋糕切割的。机器人餐厅为同学们准备好了加入天然色素制作的彩色奶油，供同学们装饰他们的蛋糕。天狼队的主楼蛋糕是拼接的，这给他们抹奶油造成了一些困扰，而神州队则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你们两个想选择的建筑是喜欢天狼？我想要长城，非常好，这都是我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老师，这个素材库里特别多，来，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吧。这是长城。这个天安门做的还挺逼真的。目前 3D 食品打印机可以打印的食材还比较有限，主要有巧克力、面糊、奶酪等。现在两队的创意蛋糕都已经渐渐成型，天狼队的严艺中正在为他们的主楼画上窗户，看他的手法还真有点糕点师傅的样子。而神州队好像并没有纠结于细节的表现，他们的主楼非常简洁，把注意力早早放在了对周围景观的塑造上。这就是天狼队的最终成品，他们的主楼造型比较卡通和抽象，剧院和幼儿园还原度却很高，可以看出天狼队的作品比较注意对细节的表现，体现在建筑物的窗户上。有趣的是，他们把打印的巧克力长城放在了主楼的上面，不知是何用意呢？而神州队所有的建筑造型只追求形似，其中蛋糕主楼的外形简洁流畅，看起来就像实物一样大气。主楼后面蓝色的水面，即使没来过的人也知道交流中心周边有优美的环境。一个生动有趣，一个简洁大气，究竟哪对同学制作的食物景观会得到评委们的青睐呢？我们欢迎11位小评委。
最小的3岁，最大的8岁，但是他们的观点才是最能决定你们最终结果的，明白吗？首先我们有请天狼队来介绍自己的蛋糕。这里头就是我们所在的宋庆龄体验馆，在这里这是我们的主管，也就我们所在的这个楼就最大的这个。那长城呢，是我们用食品 3D 打印机来打印出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呢是非常的高科技，做出来的东西也非常的好吃。如果你们投票给我们队的话，你们可以尝一尝啊。然后这个宋庆龄体验馆呢，它这里头有很多中国元素的东西，而长城呢，它也是名胜古迹。然后在它放在我们的体验馆上，就代表了我们馆浓厚的中华民族的风韵。就到这里，好，现在轮到了这边啊，轮到这边，请你们做一下介绍。中国天安门用 3D 打印机的中国天安门用巧克力做的，翻碎高处，为什么？想表达意思就是咱们祖国高于一切。当祖国发展之后，你们每天的奖励就会越来越多，每天过生活也越来越好。对的。等我补充一下，一般来说跟你们讲这些，你们太小有可能听不懂。最重要是，你凭什么说人家听不懂啊？好吃就可以了。好，停！我看出来了，评委们已经要上桌了啊！好，两位同学注意了，请闭眼，请闭眼。喜欢谁的蛋糕，就把蓝豆豆放到他们队员的围裙里，请投票。请投票。请睁眼。好，我们恭喜本轮获胜的天狼队，恭喜你们！哎，你们的蛋糕愿意给同学们，给评委老师们？我还没说呢，给他们分享吗？可以。你们愿意吃吗？来吧！为什么？这真的有点。天狼队再得一分，锁定胜利。好的，今天的五轮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我想问一下，两位同学今天在创空间玩得开心吗？开心。有很多学校里玩不到的内容，对不对？对。有没有收获？有。获得冠军的就是3位男生组成的天狼队，恭喜你们！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在不一样的现场带给你特别的收获。我们的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电视机前的你也想来挑战吗？今天的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